去，我不会想要去滑雪。不，我不会想去迪士尼，因为他们想要去。微分，微分呢、欸？你自己自由。六分赛。哎，微分。微分。在新宿啦，他们在新宿。啊，我都说想要去看啊。我的天，迪士尼太大。我是觉得像那个干嘛很好走，因为你光片就知道。拼车，你太快了！我想海盗船那样，你太快了！你没时间。那个太大，我不知道怎么走。然后你想到说，哦，我要去那，然后他你太快了啦！你太快了！你要拿桌球拿去啊！谁说说？他要跟你打桌球，对，他有三级，他根本一级都没有。你有球拍吗？桌球三。谁追求三级？你怎么了吗？没有抛在上面，没有抛。怎么砸了？你不要砸，你为什么很奇怪？这个啦，去的是日亚，是日亚还是亚细亚？是日亚，它是多零了，多一了，有二楼吗？这个很小啊。一，那今天以后来过来，我这边的五八块钱很大。你知道我看的那种很小房子要怎样吗？它是两层。哎，不止我你，那我第三，真的太好了，又打到水里面，因为都是我，你看这，这下面太有男人。嗯，对啊，会啊，丢啦，为什么？哦，你刚中文是什么？你们三个站着照一张吧，来耶！哇，一二三。喂。睡着了。你呀、啊，刚刚玩的时候很嗨啦，每次在吃饭的时候就是都不用睡。对呀、啊，你刚刚很嗨呀、啊。今天电力不停，因为有谢欣宇，他的电力耗尽。刚跟他们玩还好。原因之一是营业时间，一般饭店从早上七点半开到晚上十点，是营业为夜市晚上讲述。紧接着呢，靠着《后宫甄嬛传》里头的皇帝角色，让台湾的观众都记得他。这次再以自编自导自演的一个勺子获得金马奖的肯定，陈建斌说，这一切对他来说就好像是一场梦。不过呢，他也靠着拍电影。